差不多可以来放晚安曲了，可以进行我们卸装备的活动。变午安曲了。嘿嘿，谢谢各位。那我愿意再等一下。谢谢小雨老公的背包里。顶级面子新革命，乳霜制成，丝滑柔润，三成厚实，柔软界的 ACE， 不伤肌肤不要屑，舒洁雪润舒比面纸。谁呀？这是谁呀？对啊，金道刺到了一个，好嗨，夹在一起叫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夹在？哦哦哦哦，小雨老公，老公你要记得，你不可以跟其他人混在一起，跟其他人一起变成什么？他讲老公谢谢背包里，然后是什么？任性选老公都不，哎、欸，这是怎么叫都觉得尴尬，所以要变成老公在前面。哎、欸，也不对啊，老公在前面的时候还是会以为在叫你吧，因为有的女生不是，哎、欸，老公老公，看一下看一下干嘛什么的，都会这样吧，对不对？我等一下下播有空，我要去别的主播那边跑跑了，还没有要睡，看一下等一下有什么主播可以看，可爱的主播。来吧，我们今天呢是熊熊星的基本装备，两颗包子头，两颗包子头。今天包子头是固定的，没有用东西绑起来，所以把这个拿下来之后，它就会下来的。然后再来是这边。包子头超赞，谢谢。在卸装备，就是优奈的台呢，在下播前会有进行卸装备的时间，会把今天的装备跟大家介绍，然后再把它卸下来。这是今天的卸，固定的本台的固定行程，就是让留到最后的各位跟只有参与到最后的各位可以一起互动的时间。是感谢我们今天的母里干爹呢，今天的装备有小吊嘎跟 Nike 的真理裤，肉感真理裤。然后今天忘记把眼镜戴起来，不然平常眼镜会拿下来做个卸妆备这样。今天就是把我的包子头卸下来而已。我双马尾还算好看吧，还可以吧。礼拜四见，拜拜。